老公要买全联二五。我们九点的场次即将播放完毕，请各位把握机会，把握时间，拿起你的手机拍照及录影。如果你想要再次的观赏，欢迎到我们的官网上面预约场次。我们一直到2月19号每天晚上5点到10点，每半小时一场，限购10场。欢迎大家再次的前来参观。下一个场次将在9点半准时开演，感谢各位的耐心。